小弟今日就第一次光临呢个立河山，喺香港咁多年都未，生咁多年都未嚟过立河山。咁啊，诶，大家睇下呢个极寒之下嘅夜晚，咁就嚟到呢个小路啦，咁就应该有啲食肆咁样嘅。就睇下啲咩特別之處啦。有啲小小處啦，咁就係啲海味店啦。咁就順塘同潮州就冇乜分別啦。真係啲貨客都好似有啲本地人咁講啦，哇，好長條小路啊！究竟呢個留學生嘅食海鮮咧，海味仲有啲咩特別咧？有冇人可以分享一下 share 一下呢？好在今天已經落雨，都不然就很狼狽，如果入到地就沒有落雨了。很多海味，山珍海味，但是那人怎麼進來買呢？沒有那麼慢啦。一個荒廢咗一個地方咁樣，究竟立河山係一個咩地方咧？呢啲曾經係魚市場啊，定係點樣咧？啊，望到對面喎，對面係咩地方？大家都知啦，唔使問啦。不過就本人對對面就冇興趣，嗰邊風景都冇特別，香港風景最好嘅，所以冇特別嗰邊。